这个月都是特价，洗一次只要9.5元，平时的话是15元洗一次。刹车，但是它刹车松了，你挂空档，所以它其实只是往前拖，就保证它能给你往前拖。对，它只能保证它能拖得动我。我要是奥特后的开着，它就拖不动我。对，因为它得刹车一个阻力。对，这样就好。Engine 要保持 on， 就这个。Engine on， 你就看这边它是还在转速表，还在1000的地方转着呢。它这个自动弹回去了。对。
要送出来了。找个位置，吸尘器。现在我们要在这边找一个位置，然后这边有吸尘器，可以把车内还可以再吸一吸。只要5块钱，然后你就可以随便用它里面的这些工具啊，然后洗涤剂啊，然后他们很多荷兰人喜欢自己手动洗车。然后这边就是刚才自动洗车线过来了之后，蓝颜色的管子就是吸尘器，大家就在吸车内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大概有20个车位吧。然后这个就是用来洗脚垫的东西，洗脚垫机，2块钱洗一次。